这还行，就打外面的，外面倒了。打在四号标。在楼里吗？我看到了，他在那里。烧死了。麦克风进。我 ID 啥意思？对啊，打他吧，他残血的。 他应该抬起药来了。哎，我把自己拔了，箱子后面。那个杨德木倒了，在你左边这个箱子，对，箱子后面还在。 完了，我给我自己掰了。我操！我刚怎么这么卡？What the fuck！我今年这平房也有一个，到谷仓了。没有没有，在平房旁边。麻了我操！还有一个，在反坡，在那个谷仓的二层一个。哦，我没过一下。 这队是没衣服还是我卡了呀？脱下，脱下。对啊，最后一个。牛逼耶！ 完了，老婆，昨天打一天 CSGO 压不住，还有一个，坡顶打一个，脸上还有一个，妈妈。 你上来，打一颗雷。二楼打一个，二楼应该还有一个。一楼倒了一个，可能在二楼救。打血了。我他妈无语。 嘿嘿，一个助攻，有点精彩。